爱笑是不是？是。啊，那你别笑。不爱说是吗？是。那你说。说啥？说啥都行。我叫沈杰，今年25岁。身高163，体重98。然后你就要说你有多少根头发了，是不是？你总得跟他们几位说说你是做什么的吧？我是做艺术培训的，我现在有2家机构，我这个机构做了4年了，我们主营舞蹈。在我的这个领域，我是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的院士和国际评审。好厉害哦！还是中国国标舞测评中心的高级教师，中华体育舞蹈联合总会常州分会的副秘书长，同时我也是我们关工委健体中心青艺委员会我们常州市的副主任，主要负责拉丁这一块。